民众围着白色特斯拉，对着车款及价格不断讨论。因为美式卖场好事多从8月6号起开卖特斯拉，一口气搬来两大车款，成为卖场最大亮点。要我会买这台，只差3万多块。最起码他有送了1万块的那个好事多的券，因为好事多总不会只卖了10万面。我们消费者如果他有利润的话，还有可以省很多钱的话，他一定会接受，会去考量啊，啊，对不对？车子的品质如果是相同的话，他当然会选择来这边买啊。民众精打细算，虽然车价和官方定价一致，但搭配不少优惠，包括好事多电商折价券10000元、隔热纸优惠券3000元，还有超充5000公里内免费等，相当吸引人。连知名特斯拉投资者、电动车分析师梅里特都在社群平台分享，却意外掉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暴怒回呛说，活动未经许可，要求取消。我们是民众，我们不会管那个，我们只在意价格。他自己可以决定啊，如果他不要卖，那就跟他们讨论好了。连 PTT 上网友讨论爆表，说马斯克住海边，还有人酸他管很大，帮你卖车还不好。还有网友说，中国砍到贱骨可以，台湾促销不行。而好事多原本回应说，对于优惠活动没有变化，但随后紧急改口说，因应台湾特斯拉要求，从8月8号起停止车辆销售，才开卖2天就。GG 也引发热议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。